tilde 反斜线。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满清王国救亡在扶銮上，这个是最愚痴不过的事情，因为当年慈禧太后相信这个事情，所以满清这些王公大臣遇到国家重大的事情无法决策了，就来扶銮，请神仙来指点，请这个佛神仙来指点，于是乎指点得把他的国家给灭亡了。 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，这个事情是有，但是不能相信，不可以相信。那么我也确实参与其事，去仔细的看过很多次，有些是真的，有些靠不住。而这些东西。